少江河才能流入大海？一颗心究竟要碎多少次才能够明白？不管今天是什么结果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问自己，一条路到底要走多远才能够遇见你？一首诗究竟要改多少字才能说明白？不管今天是什么结果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今天是什么结果？